续的加油哦。好，我让这个高雄高工领队呢继续缓缓通过大家的面前。海盗船的。接着呢，要来进场的超新星队，我们是我们这个麦香的海洋团队。今年的麦香是以迈向未来作为主题，要把这个时代的大道呢变成是伟大的梦想航道。所以呢，可以看到第一艘是这个海豚护航的麦香梦想号，乘风破浪的勇气迈向未来。高雄科大的水手呢，带着大家呢努力的前进。船上有美人鱼哦，哎呦，美人鱼 Mermaid， 以及我们的麦红、麦奶、麦绿三只麦桃，带给大家。那呢，等一下我们就要一起来。对啊，观众会说麦香梦想号，我们一起说乘风破浪，可以吗？准备好了，来，麦香梦想号乘。高雄科大热舞社的加勒比海盗哦，要带来精彩的演出，大家要注意哦，不要被海盗发现你的踪影哦。你要是不会知地图，山文造物你从不服输，遇到挫折也脸很酷，在操场边我们看着那流星许愿，终于成年第一次也唱得高 OK， 一起点开军旗放榜后的那一瞬间，肩并着肩刷门也更珍贵。蚂蚁蚂蚁青春，青春可真期待，有你们一起向前再走一百分。再见，擦干眼泪，未来的人生有无限体验，再来挑战，有你相挺都是精彩冒险，青春无敌，永远的渴望期。
宋江镇。校友们呢所组成的石华舞团一起来进行合体演出，把这个年轻的街舞元素结合的宋江镇，也是让这个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面貌跟全新不一样的风景。谢谢我们的创意宋江镇，很好看哎，感谢，谢谢。我们呢马上呢来到这边的是我们这个每一年都全力的支持我们欧派大气球流行的统一 7-11 师队。今天打头阵的哦，热情十足，是我们的统一师 UNI Girls。哦，抵达定点也要带来最好看的演出吗？当然，我们这个莱恩师尹莹也要来共同加，欺不得，欺不得啊 ！Yeah，UNI Girls。哇，这是我们这个球场上的最美丽的风景，是我们这个统一师的一员 UNI Girls 给大家呢球场上最美丽的红花。有没有后面我们这个莱恩师的人偶跟影也都很会跳啦，那去球场就看他们。有太辣了，太辣了，场上呢，在这个统一师 UNI Girls 的演出之后呢，在后面还是我们这个由统一师棒球队的选手。怎么这么好看呢？在某日之前，进化的世界，好奇心不必遮盖。
演出之后呢，换成是我们这个统一 Seven Eleven狮队的选手。嗨，我们的球员们，大家午安，女孩们午安。哎，今天呢，走在这个时代大道上面哦，球员们的心情应该比较轻松一点点。因为呢，平常只有在球场上面征战奋斗，今天呢难得不用那么表。哎，嗨 ，I love you， 咪咪。哎，我也是球迷，我也是球迷啦。Hi, Uni Girls， 好辣，好辣，耶、yeah ！好，哎，请问统一是被那个师大米教练有来吗？哦，阿东来哟、哦，阿虎金龙哥不来。好，那、啊、我们四爷有来吗？四爷，哎，四爷，哦，四爷，没有，四爷超帅的啦，各位，哎，麻烦我跟四爷拍一张照啊，四爷不要走，不要走，四爷，四爷，耶，陈晨宪，谢谢，电动的，哎，你手有来吗？哦，高国庆，电动的。11狮棒球队的大明星，今天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当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那个是全台湾的物流第一时间最专业，脑筋意应，有如轻松。看到各式各样哦，有大的货车，有小的欧多麦，机动性的穿梭在大街小巷。大家呢，安全的把你的各项货物送到每一位民众的手上。当然，最后我们这个黑猫宅急便的游行队伍，有我们的急配车队，这个概念，有我们崭新的电动机车，有上线全新的外送车队服务，还有呢，最萌的小小 SD。哇，谢谢我们的黑猫宅急便团队们新北市的全员出动。尤其每年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节日哦，他们这个运货量都会暴增，员工都必须要加班，只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货物呢送到每一位朋友的手上。哎，后面是我们那个酷乐猫跟雪乐猫的人偶吗？哎，你们太高追了吧？他没有名字，超萌的，超可爱的。来，我们有摄影师要帮大家呢记录一下你们的帅气身影，可以挥挥手。酷乐猫、雪乐猫、吉祥物一次出动五组啦，太高追了。那后面呢，则是我们这个酷乐猫大气球，即便呢飞在空中，还是把我们的包裹呢紧紧的握在手上。因为呢，每一个顾客交付给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要小心翼翼，有如轻重。对于这个黑猫宅急便来说呢，每一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代表我们的民众传递最多最多的感动。哇，谢谢，还有在两边分送我们的黑猫宅急便的小礼物给大家，谢谢，辛苦了。天气还行，至少现在没下来。雪乐猫也在两边跟大家呢进行互动。谢谢我们的酷乐，真的是放下非常的精彩。不管如何呢，小心翼翼，有人心都是我们的企业宗旨。也来到了我们的欧洲之星游行现场哦。
出了非常优雅知性，但是又充满了亲切的感觉。怎么有一群学生？这一群学生是不是阿 Q 的朋友啊？大家知道吗？阿 Q 是一位高中读了30年都还毕不了业的学生呢。阿 Q 统面，这是我们的阿 Q 统面的高校舞团。希望呢，大家呢吃得到阿 Q， 就一起来 Q Q 一下。哦，那当然呢，阿 Q 呢虽然呢读书哦不太在行。但是他呢拥有满满的正能量，碰到任何的困难呢，他说没有关系，那我先吃一碗阿 Q 口面，吃了再说。他呢也是这个全台湾呢给大家正能量的超级代表之一。阿 Q 最喜欢吃的就是阿 Q 的鸡汁排骨，面 Q 香浓，大家吃起来就知道啦。那接下来呢，舞台上面这么多的男阿 Q、女阿 Q， 他们呢要带来的是表演，是不是？他们是我们的阿 Q 孔面高校舞团。好，那这个阿 Q 们准备就绪之后呢，就来准备欣赏精彩的表演喽。鸡翅排骨好吃，
团队真的是道具很多哎，好忙哦你们，那好可爱哦。
在我们这个吉祥物人偶的注视之下，滑板男孩冲啊！啊，干干干 ！OK， 谢谢我们的美国马铃薯协会。好的，那请大家呢继续的向前走，谢谢。
谢谢。那另外呢，跟大家来插播一下哦，在这次我们这个欧文大气球游行呢，超人力霸王是第一次呢登场演出，请大家不要忘记哦。等一下呢，这个在第三大队的游行结束过后呢，超人力霸王德卡呢会在这个中舞台带来精彩表演，喜欢他们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现场共襄盛举。好的。那我们这个有史努比空飘大气球，主人怎么可以没有来呢？怎么可以只让史努比一个人来呢？所以呢，马上我们这个查理布朗就来啦 ，Charlie Brown。查理布朗呢，你看那个头Q Q 的，在额头前这样子卷两卷，非常非常时尚的发型。查理布朗呢，他的衣服也非常的有活力。黄色上衣，黑色小短裤，高哦，大概有两层楼、两三层楼那么高。再加上这个飞在高空中的这个高高的高度呢，感觉非常非常的具有气势。谢谢我们的。最后一支备受期待的团队，
也是呢大家等待已久的 Open 家族大气球团队。这是2022第15届的 Open 大气球游行，接下来还有很多压轴的人气大气球会陆续的登场，请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呢，这个第四大队打头阵的是我们的励志中学一队。励志中学一队呢，成立至今已经迈向了第14个年头。当然呢，他们以这个基本的枪法作为主轴，搭配很厉害的队形变化，再穿上一些特技的枪法团队，同样呢，透过了不断的反复练习，抛枪、接枪，呈现出一。
除了要谢谢高雄市维花溪溜冰团之外呢，也要感谢大台中卡密尔花式溜冰队来共同参与表演，结合了这两支优秀的团队，欢迎大家一起来任性的摆动身体。哦，旋转起来吗？哇，以中心来进行花式的表演。
也希望呢可以传递正能量给大家。那马上呢就来欢迎我们的 The Maxing X 的精彩演出，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他们的表演。 OK， 女孩们加油咯，对于这个舞蹈的热情要来见证。好，我们呢等待。OK 来，准备好了吗？感谢。
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小时光面馆，巷口干面、晨光统一面包、新感觉美国马铃薯、Airwaves、爱基卡、瑞穗雪糕、瑞穗鲜乳的热情支持，他们都有到这个现场设摊，欢迎大家呢来前去支持，好好的照顾他们的生意。另外呢，我们的丘比巧巧克力也在12月17、18呢会设置他们的品牌活动日，单品呢都可以享有9折优惠，还有各式各样的圣诞商品礼盒，欢迎大家到这个丘比巧全球精品巧克力的门市进行选购。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送走了可爱的小桃大气球，他等一下会跟那个 Open 小将做亲亲的动作哦，大家来这个 DAE 表演区呢来好好的。蛋黄哥刚刚不小心睡着了啦，哎呦蛋黄哥，迟到总比不到好啊，来发给蛋黄哥一点掌声，用我们的热情呼唤他，蛋黄哥你不要再睡着了，你明年要迎接你的10岁生日了，蛋黄哥还在睡哦，哎呦蛋黄哥，我们都等你回归2022 Open 大气球游行 ，See you later。哎呦，蛋黄哥懒洋洋，又倒了，又睡着了。好，谢谢我们的 coser 们，今天呢带来很精湛的演出，看到好多熟悉的角色，觉得好有更多的好成绩，前进奥运，高雄加油！运动后真的是很重视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他们今天呢滑板运动协会来现场还设置了一些不一样的关卡跟障碍，我们看这个选手们能否能一一顺利的通过，展现出一些在这个花式滑板在这个跳跃方面的技巧，加速了吗，加速了吗，哎哇，继续接力，哎对啦，滑板运动协会呢，他们也是这个极力的推广滑板的运动，也希望呢能够让这个滑板有一个最专业的场地建制，让这个滑板的运动能够越来越普及。那我们这个高雄的孩子们，滑板的少年少女们，也能够呢拥有一个越来越厉害的实力，带着台湾的荣耀，我们呢出发前往国际，继续呢带来更多更优秀更厉害的赛绩。哦，尤其来看看我们这个滑板，现在也是这个在中网呢也被纳入了这个比赛的项目哦，所以呢热爱滑板的孩子其实是很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奥运金牌选手的。哦，感觉他们又设置了更难的障碍，究竟选手们能不能顺利通过呢？冲啊，掌声鼓励鼓励，太厉害了，滑板运动协会透过我们的推广呢，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家园在哪边，林家园，哎，那位条纹衫男孩刚刚比赛回来后给手卡秒哦，来来来，家园继续努力，代表台湾滑出更多优秀的好成绩。好的，谢谢我们的高雄市滑板运动协会，获得呢不同样的惊喜毛利，包括我们的荧光笔、礼物包、绒毛娃娃、Open 家族、Seven Eleven 在现场为大家提供最温暖的服务，请大家前往支持。接下来呢，通过我们这个第一表演区的是最受大小朋友欢迎的 Open 家族。哇，在我们这个车上呢有我们所熟悉的角色，从小陪伴我们一起长大度过了美好时光的有 Open 小将，在哪里 Open 小将，底下啦，还有我们刚刚我们到过小桃，那个小将也来咯，可
Please 妹妹 ，Open 想象的妹妹，条码猫才不会错过呢。还有我们的小竹轮、小肉粽都在我们的车上，以及今年 Open 大气球游行的游行大使，欢迎 BTOB Love You， 给大家大爱心。还有我们可爱的夏木，嗨，又见面喽。等一下，我们都会在这个植物台呢有很精彩的演出，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小马猫 ，Hello， 小竹轮，小肉粽，耶耶。那另外呢，在我们这个车上呢有设计一台，在这个 Open 小巷的旁边 ，Seven Eleven 的高效智慧回收机，现场又有陈设，按照这个你这个手上的一些。保特瓶啊、废电池都可以来投入机器进行回收，操作完成的可以获得 Open Point 点数的回馈。然后呢，还有一台是这个 Open iEco 的循环杯环杯机，大家呢这个杯子呢都是用给的循环的利用，环保再生，轻松的借用归还。现场都有这个设置 Seven Eleven 的高效智慧回收机，欢迎大家呢来进行了解，一起来做环保。而呢，在我们这个 Open 家族的车队后面有两台很酷，而现在呢 ，Open 小将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一表演区吗？大家都知道哈 ，Open 小将每一年在这个大气球游行，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对恋人牛郎织女的接吻啾啾时间。小桃，爱的力量，赶快奔驰，赶快奔驰！小桃飞也似的要回到欧本小将的身边，欧本小将也准备好了。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喊出通关密语 ：Open Dream World。我们要喊出 Open Dream World， 两颗气球呢才会在我们的引导之下呢进行爱的啾咪，爱的啾咪。大家如果没有喊的话呢，我们两颗气球是不会啾咪的哦。所以呢，赶快哦，一边喊出我们这个 Open Dream World 的这个通关魔法密语之前呢，手上的相机也准备好哦，要来拍摄两颗大气球神奇接吻的美妙时光，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321一起喊出 Open Dream World， 要喊才会接吻才会啾咪哦，准备好了吗？3 OK， 等一下下我们让他们嘴巴对准，一亲就要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一下呢，我们要来亲亲哦。 Open 小将跟这个小桃回味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在这个2022的 Open 大气球游行久违重逢，一定要来热吻一下。哎呦， Open 小将太兴奋了是不是？来， Open 小将跟比喝谁嘞？在那个接吻之前哦，一定要很有礼貌，记得要先刷牙，或是用那个漱一下口，嚼一下口香糖。好，希望呢天公作美吼，风势不要来搅局啦。我们要看一下这一对神奇的 CP， Open 小将跟小桃，来321 Open Dream World， 亲亲，哦哦哦。小情侣啊，来让大家呢一样哦，等一下321喊出 Open Dream World， 一 Open Dream World， 耶、！Open 小将跟小桃，爱的亲亲，耶、再分开，大家说呢，好事要。因此今天的 perfect ending。
的结局。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场帮忙倒数三秒钟好不好？准备好了呢？紫花也祝福这对小情侣的美好婚姻，充满了爱的画面。耶！感谢大家，我们给自己热情的掌声鼓励。给小桃，也是我们这个 Open 家族的最闪亮的大明星。哇！小将超可爱，今天很感谢大家。两碗小时关限量提袋，就可以获得一次加加乐的机会。点击就送红包，我们的脸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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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吐司，爱什么乐？哦，拼拼的。5500块，谢谢朋友，谢谢掌声欢迎 Open 家族带来我们今天主题曲 Open。Dream World， 欢迎 Open 加州。大家靠近主舞台哦，这个表演非常的特别。你不想来打开梦想的世界？3、2、1 ，Open Dream World。家族带来的 Open Rock World， 谢谢 Lock， 谢谢 Open， 谢谢田宝宝，谢谢，
谢谢。OK BDOD 项目还有 Open 家族，是这样的努力，让美好被熟悉，一切都来不易，奋力向前又不放弃，一定要够开心，生活才愈前进，我们彼此珍惜，事情在手不是太容易，请相信，让我们手牵着，全心的心地向前进，我可以让大家一起珍惜创造快乐，我相信，让我们像个 super 在黑暗中放光明。我相信，让大家拥有星光般的心灵努力前进。我可以，未来的生活我们一起能快乐无比。我可以，让所有的欢笑从现在直到永远。太棒了！